我看了之后啊，就想到父母了，然后我想到我之前对父母做的种种，就说父母唠叨，觉得很对不起父母哦，跟他们说我很爱他们。也没有想到原来老人院可以这样子，这样很惨的样子、啊、真的很惨。然后觉得有点愧疚，因为我在家里也是有一个婆婆，然后也是觉得她很唠叨啊，然后不听她讲话、啊、然后不关心她，就是原来如果不关心她还会变成这里的其中一份子这样子哦。嗯，就是在这里你的